受委屈了，我们兄弟五人结义，现在韩章贤弟一去不返，要是五弟你为了怄气离开我们，叫愚兄有何脸面再活在这世上啊？五弟，五弟，是木华村丁老伯母差人给您送来的。这是徐三爷送的靴子，蒋四爷送的帽子，这是卢大爷送的丝带，玉猫，不，小的是口。这是包相爷嘱托展昭送来的宝刀，请五爷过目。
张贤弟，嗯，韩江贤弟现在也不知身在何处。哎，嗯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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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韭菜来了，喊我一声。韩长贤弟，请啊。怎么办？您的韭菜。小弟久闻欧阳兄武艺超群，想不到欧阳兄还是麒麟高手啊。啊，来了。怎么办？您的茶。茫茫世界，熙攘人生。女兄闲来学棋，只图一时的清静啊。不输也就心满意足喽。韩长贤弟，该你下了。站住！该你下来。站住！兔崽子，你给我过来！过来你兔崽子，赶紧跑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你！我跑，揍死你我！你再哭，再哭我就宰了你！听见没有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！哎，韩长贤弟，别哭，别哭！你我幸会，应该尽兴才是啊！可好？别哭，再哭！韩长贤弟，你拿错子了，拿错子了。啊！毛毛，毛毛，小兔崽子，毛毛，揍扁了！切！毛毛，大叔，你再大叔，这大叔，这是我的孙子毛毛，求大叔留下这个苗吧，他过来了，求求你了，大叔，我管不了这些，要是不把你的女儿翠玉送到太岁庄，这小子就得跟我走。求大叔宽限几天吧，小的准备些银两礼品，求大叔宽限几天吧。啊，就三天，就是三天，听见没有？三天，三天，走，大叔，走，我走，开恩的大叔，走，大叔开恩呐，走。毛毛，毛毛，毛毛，九毛，哎，来了。刚才那个汉子何许人也？竟敢如此横行霸道。二位客官像是初到仁和县吧，还是喝你们的茶下你们的棋吧，小的我一定伺候周到。快说。刚刚那汉子是马刚手下的人，那马刚是当今朝廷总管马朝贤的侄儿，县太爷也怕他三分。那老头和小孩是怎么回事？那张老头的女儿名叫翠玉，原为马家的丫鬟，不堪凌辱逃了出来。哎，又将是一条人命了。自从马刚和花蝴蝶搅在一起，仁和县的闺阁千金良家妇女个个是胆战心惊啊。哦，花蝴蝶，此人姓花名冲，是从东京逃走的一个大案贼，就落脚在此，每逢作案鬓边必带一只蝴蝶，故赐号花蝴蝶，是个十恶不赦的采花大盗。欧阳兄可曾听闻此人？啊，贤弟，你今天必输无疑啊。你看我这一招。此情此景，欧阳兄为何无动于衷呢？我看你我还是了却了此局为好啊。啊，来看你的了。小弟再无雅兴，告辞。
心。翠玉，你受苦了，来，坐下，来，坐下，快吃饭吧。喝一杯奴妾的换换苏酒吧，千岁爷，再喝一杯吧。真是换换苏，换换苏，翠玉怎么还没抓到啊？回禀千岁爷，三日之内奴才一定将翠玉抓到。要是抓不到翠玉呢？这个先把你宰了。是是，只要翠玉一抓到手，我要亲手把她开膛破腹，看看她的胆子到底有多大。是是，竟敢从我太岁庄逃出。禀千岁爷，花大官人到。哦，花冲到。快请快请。花爷请。渴死我了，拿酒来。嗯。啊，哈哈，大哥。哎，老七啊，给花爷斟酒。好。花爷，好久没来了。花某失礼了。花爷，请。好好。贤弟啊，嗯，你扛了什么东西啊？为何摆动不止啊？翠玉，马千岁，花某的礼品如何呀？来人，砸人，将这个贱人给我吊起来。是。来、哎、
逃本庄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胆子。拿枪来。是。是。齐太，哎呀，又不是开你的膛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嗯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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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何人，竟敢行刺？在下彻地属韩章。莫追，回厅收拾了贱丫头，你我还有要事相商呢。啊，人呢？女士，真的多谢了，多谢您。快跪下！快请起！求一世留名啊！若今世无法报答，来世做牛做马，永当土报啊！不必如此，行侠仗义乃我分内之事，何谢之有啊。哦，我这里还有些散碎银两，你们快快乘船离开这个无浪之地。都保重。欧阳兄，啊，方才我去了一趟太岁庄，要不是马刚和花蝴蝶仗着他们人多势众，我早就救出翠玉姑娘了。贤弟为何叹息呀？恶人总有恶报嘛。哦，昨天你下的那个子儿啊，害得我一宿没合眼呢。哎，哎，你人命在旦夕。你身为大侠却袖手旁观，还有心思下棋。欧阳兄，我看还是救人要紧呢。韩贤弟息怒。你过来。贤弟，看见那条船了吗？哦，请。欧阳兄啊，小弟认输了。啊，认输了？哎，我赢了。啊，酒保拿酒来。来了，请。你老弟久闯江湖，广闻博见，你说说看，昨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贼胚，竟敢向我马刚动刀，劫走了丫鬟不算，还打死了我的家丁。哼，真是气死我也。
马兄有所不知，韩章乃陷空岛五鼠之一，他们兄弟五人个个武艺超群，现在开封府公职。你小弟之见，韩章此行不仅是为了屈居民女，恐怕另有所图。以你所见，马兄，你和襄阳王过从甚密，开封府是定有所闻。襄阳王乃天子的叔叔，与我有何来往？我话冲明人不说暗话，马兄庄中是否藏有九龙关？九龙关，此关乃当今皇上祭祖时所带。你叔叔马孝乾从皇库中偷盗龙关，藏于你庄，想献给襄阳王，图谋不轨。此等密事，你怎么了如指掌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，马兄，何必慌张？我华冲已称开封府重犯，如襄阳王举事，我一定鼎力相助，以求有个出头之日。华贤弟，真乃明理之人呐、但请马兄近日多加提防为好。要是龙关被开封府人搜之，你们马家就要落个满门抄斩了。但愿贤弟助我一臂之力。小弟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马兄意下如何？贤弟尽管讲来。如何？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蝴蝶。去吧。是。采花采到马千岁的头上来了。马千岁，马千岁能阻挡我花某来陪伴你？小心马千岁扒了你的皮。扒我皮的人还没有出师。藏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
说。我说，藏在我的金库里。金库的钥匙在哪？在奴家的首饰箱里。你别杀我！老实告诉你，开封府吴署已来到仁和县。我看你的马千岁的阳寿将尽，我得为自己留条后路。下子了，高僧此子厉害，我半壁河山早已失去八九了。欧阳义士为何举棋不定啊？心意未决，落子无方啊。佛云，心无牵挂，方能远离一切颠倒梦想。胜则富，富则胜，亦是大胆杀来。心无牵挂，找好奇，好奇。